绿番茄。绿番茄。他也不买。这个澳洲的，可是台湾没有这一款。这是 Korea 的吗？吃番茄。这是 Korea 的。那就买 Korea 就好了。可是，在台湾没有。那就买 Korea 就好了。不喜欢啊？你要买这个干嘛？因为台湾没有啊。这是葡萄吗？对啊。那、啊、它只是长不一样的葡萄啊。可是台湾没有啊。啊，这里是 Korea， 你买一个不是 Korea 的东西要干嘛？这是不同颜色的葡萄吗？你买啊。不